1936年，莱阳第二乡村师范学校建立了一支民先小队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唤起一代青年人守护河山的热情。我是朝阳落在乡间听书声朗朗，我是屏障为谁当一场恶语的墙，我要一生清澈的爱着啊，我要唱歌淋着风踏着啊，朝着星辰大海的方向，朋友对大世界的影响。